来传人传出的地方。后来呢，天上一声雷劈呀、的那个龙啊，腾跃而飞出去，所以所剩下的就是龙所留下的一个痕迹。那这个岩洞里面呢，很多的以前的文人墨客啊，来这边呢就留下了他们的墨宝。这些墨宝，因为呢要让后人传送的话，就必须把它刻在石头之上，才什么呢？百年万年哈不会丢失。所以这种刻称之为叫做金刻，因为我们要纪念前人，他因为人临走了，所以才会雕刻金刻。有痔疮的赶快通通坐下，没痔疮也要去预防身体治疗。是不是很凉很舒服？拿太重了啦，那伸过来一点，牙松这个很清闲的，这真是修行的好地方。我们边坐然后呢边听哈，那个贵海飞林的美女呢就做介绍。来来来，叫您坐，来叫坐，坐坐坐，可以来啦，慢好的，各位。大家早上好。好。欢迎我们来到贵海飞林博物馆啊！而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叫龙印岩，我也会带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有代表的石碑石刻。龙印岩呢，在最早以前是叫做神农女神地方，本身的话有个地神名字，但是后来呢，有个神农女记在西方，因为久旱无雨，神农便破壁而飞，不是地上甘霖，所以名叫龙印岩。黄右鬼是二月七日石刻，这个石刻呢是刻于北宋仁宗时期。你看到黄右鬼是公元的1053年，距今是有958年的历史。而这个孙冕曾经是在黄右四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的1052年，率军前来建成当时北宋的著名女将明星孙曹广西上王手里的石膏石碑。听说这块碑刻一直留下来啊，当时孙权的时候的铜铁板一个问题，就是龙岩很早以前就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游玩。那我们看这个叫题名石刻，它的意思就是某某某上旅游。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天碑，请大家抬头往上看，看到这个叫做天碑，叫一个人啊，仰天看，仰天侧。八个汉字，特指处理。
和正心修身，一定要找到那八个汉字才能体会那个心思。来，先找四个客，三位天客的客，不是自己的己，不是重复的不，你的你，找得到吗？来，首先请大家看到魁司星这个右手拿着一支毛笔，请你的单位天客的客，这边的重复的复在复，看到吗？礼仪的礼，还有一个是正心修身，正呢是正义的正，心心相印的心，修养的修，身体的身。正在哪里？这边，头跟眼睛形成一个正义的正，看出来吗？心心相印的心。修养的修，你看了三点吗？有啊，看到对不对？这个就是完整的修字。身体的身在哪里呢？对，正心修身，八个汉字，克己复礼和正心修身，这两点只是对人道德方面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人们严格按照儒家学派的思想去做人，培养自身一个修养。但是旁边这个斗字还是一个意思，抬高八斗。也就是说，古人的德才标准呢是德才兼备，也就是说，要按照作为一个儒家所的进行学习以外呢，还是要怎么样，才华出众。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够被魁星选中，成为状元，哎，寄托一种美好思想。那我们大家看到这个，作者西蜀马德昭，马德昭是清代一位进士。那下条就是这样。魁星点的图呢，图是清代一件石碑，而这个西蜀指的是哪里？四川。哎，魁星点的图有很久的历史，但是我们先看这个碑刻的图。